在最近结束的巴黎奥运会十米女子单人跳台的决赛中，全红婵再度打败队友陈芋汐，夺得了金牌。这也是自东京奥运会夺得金牌之后，全红婵再度夺得了第二枚金牌，也意味着红姐实现了冠军的卫冕。在这场比赛结束后，很多粉丝和网友都为全红婵感到开心，认为她终于证明了自己，克服了心魔和压力。然而，很多人根本不清楚，这次全红婵在这一场比赛中也曾经出现过非常惊险的一幕。 差一点就被自己的队友逆转。回顾当天的比赛，可以发现，当时全红婵刚刚完成第一跳的时候，她拿到了七个满分，最终拿到了九十分的满分，拉大了和队友以及其他国家队对手的差距。进入到第二跳之后，全红婵继续稳定发挥，保持着自己的巨大优势。如果按照这样的形势下去，她能最终夺得金牌，肯定没有问题。 但谁会想到，进入到第三跳之后，全红婵却出现了一个非常离谱的失误，最终只拿到了七十几分。而陈芋汐凭借这一跳拿到了差不多九十分的高分，直接和全红婵的差距缩小到了一分左右。当时全红婵的主管教练非常紧张，也非常的严肃。如果按照这样的形式下去，全红婵分分钟有可能丢掉这一枚金牌。还好，后续经过调整之后，全红婵保持着出色的发挥，最终以五分左右的优势打败队友。 再度站上了最高领奖台。在本场比赛结束后，全红婵接受了媒体的采访，谈到了这一次出现失误的主要原因。当时，全红婵在面对记者的提问，犹豫一下之后，直接说出了真相：就是当时有些观众喊加油的时候，实在是有些太吵了，让他自己感觉有些紧张，所以影响了发挥。还好后续调整过来，不然的话，恐怕后果不堪设想，全红婵也会留下终身的遗憾。 之前全红婵在采访中一直是感谢自己的粉丝，这一次第一次在采访镜头面前指出这些观众的问题，足以看得出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其实一直以来观看跳水比赛，我们倡导的观众守则就是在选手做动作跳水的时候不应该欢呼，应该喊加油，应该要等到选手成跳水动作入水之后再鼓掌就可以了，而且不用过于喧嚣。 但是最近几年，随着越来越多的所谓的粉丝成为了全红婵这些顶流运动员的拥趸，这些人的行为就变得非常的疯狂，甚至把一些饭圈的陋习带到了体坛当中。他们这样的做法，其实不仅对于全红婵这些运动员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，反倒会给自己喜欢的运动员带来更大的压力，从而导致在比赛当中失利。这一次在观众席为全红婵胡乱加油。 进而影响到他的发挥的这些所谓的粉丝，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反思一下。